Nick King， 这是中信特工在近期所加入的洋将，在上个月哦，还在 NBA 的 G 联盟出赛，在这个公牛队的 G 联盟。是，而且他过去也曾经与Kyrie Irving、Jason Tatum 在塞尔迪克队当过短暂的队友。对。然后后来辗转到了 ABL 菲律宾火焰队啊，那对亚洲的球风也不陌生。那这球被抄走之后，前面快攻阿巴西给了金恩，哇，今天金恩的高光时刻非常的多。